你看玫瑰金吗？哦，我的点滴，你看，你看，是电子哎、欸，呜电子、欸，快点啊，电梯、啊，拿气啦！等下你说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啊，续不加油键，有，哎有嘞，快捷蓝充电，嗯。会手上的物品。我们家不是不是有个快速炉啊？在哪里啊？快速炉，你要烤鱼哦，烤鱼有，你 IC2 够快了，真的吗？快到底，哦哦他吗？然后对，好恶心哦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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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超频十一啊！哎，为什么我的鱼剩下八个？因为抽到箱子哦，好吧，坏箱子啦，坏箱子。白，你是太久没有那个了吧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人家俗话说，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变什么样。哦，这句话很深哦。对，很深，真的很深。好啦，这句话是最针对什么啊？没有啊，针对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对啊，就没有啊。宝贝，好了，装备有了，武器啊、等一下，武器怎么剩这一把？哎，我拿到剑了，真的。你们要来看那个觉醒龙锭的制作过程吗？来呀、啊，在哪里啊，老五？我在地狱弄，因为我要引爆天梯。啊！干嘛？不会开门哦。好，出来吧！来了，再随便一个地方就好。好啊、哦，哎、欸，老屋嘞 ？Here， 在隔壁的石头。隔壁的石头，哦，看到你了。到。啊，然后它制作过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、你为什么要打狗狗？人家惹到你？他咬我了。他只是只狗狗。等一下，先把它干掉，它会咬我。反正咬你又不会痛。没有啊，它会失明，我看不见路线要干嘛、啊？我的武器掉了。把纳鲁多砍爆。啾啾啾！没了吧？好像有东西一直在射火球、欸，哎，是我错觉吗？好吧，算了。纳鲁多，这边啦。哦呦，哎呦，会隐形哦！又复制一把剑，是不是他在悟心这里？因为他在这边啦、啊，他火焰在你附近，把我剑弄爆嘞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龙剑，我的剑也快爆了。哦，这次拿度都1500滴血，小 boss。插着他，然后你们打到猪了。我已经标记了。哇，喷好远！哇，已经好烦哦。等一下，他是又回血了。哦，没有砍错。One up， 他有一升级的能力。死了 ，Finally。刀，等下那我这有够难打。打的。小狗，还有只狗狗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正常办正事了。野怪真多，我拿我的天梯龙心跟这个。哦、没记错的话， okay. 把龙心丢在地上，然后引爆天梯去炸那颗龙心，然后它就会有，然后消失，然后龙心就会启动。哎呦，它会旋转。对，然后这时候丢入这个龙核心，它会把它吃进去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再放入这个啊，烤鱼它会不会吃？不会，会啦，它会不那个？没有啊，哦，那就不会。不要乱来啊，走开啊！然后我刚放下去是充电过的那个龙砖，然后等一下它会产生一个大爆炸，就会变成觉醒龙砖，帅啊！
稍微等他一下。他渐渐把他能量释放，然后被这些龙砖给吸收。要打我、啊！有了，觉醒龙砖出来了，然后就可以挖走了。挖他！然后我们就有觉醒龙锭了。啊啊，那个可以干嘛？就可以做更高级的装备、武器、工具。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拿来做成伪装，伪装材质。好像这个好像很，在我身上有四块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可以分解成那个觉醒龙锭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要一直去刷出那个龙心，才有办法一直做出这个玩意儿。龙心，那龙心不就要一直扁中介龙？对，那除了初始中介龙之外，我们还有办法召唤。你会不会开门啊？哦哟，你有还呢？哦哟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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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咋了？啊！变态！哇，好多猪人啊！我刚刚讲到哪里？就是哦，可以召唤中介龙啊！对，哦，召唤中介龙，对啊。那所以我们要龙心了吗？哦，怎么又爆炸了？我们这些是觉醒龙锭，可以拿来升级什么？我不晓得够不够呢，升级装备的 CP 值还是比较高。我看一下、喔，如果要升一个头盔的话，就需要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龙锭，再外加能量核心中的四个，所以10个，然后再加，哇，我天哪，感觉颇贵。再加觉醒它的核心需要5个，所以哇，15个，一个就要15个。一个装备15个，所以4个装备就要60个。是的，一个人，然后我们有3个人。那好吧，还是先刷中介龙好了。我们已经刷，我已经把那个叫什么中介重置了。好哦，所以准备一下吧。发了吗、那个？对啊，你们看有没有东西要带的？我带个弓吧，等一下我再看一下。我要看有。我带弓，然后还要带什么好的？我带极限弓。好，还需要带什么？我也带弓，带拔刀剑，那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拔刀剑，拔刀，要拔刀了？为什么身上还要拔刀了？36天罡剑。啊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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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你不觉得那名字很中二吗？哎呀，啊，他武器本来就中二了嘛，所以你也要跟着他中二。中二的人搭配中二等于胖虎啊。中二中的中二，嗯，中级呀，乞丐中的乞丐，乞丐中的霸主，有了，那还是乞丐中的霸主，那是什么？还是。乞丐就是晋元，还是晋元？你啦！你反应好大、啊！好啦，你啦！好笑！我把龙锭放在家里好了，安全。哦，我已经到中介入口了。好了，为什么我准备好可以穿过？哎呦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有火球。哦，欸、那个僵尸猪。对啦，有精英。那一只僵尸晋元。那一只僵尸晋元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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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已经在入口了，哪里？你传我吧。哦好，在那个小白黑黑的洞，哎，恶心的小东西。好了，哎呦 ，Time for new adventure。什么什么太什么有缺，开门喽！新的旅程开始，打中介龙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有一栋这奇怪的房子？TNT！ 哦，哇！啊，接下来你们可以哦，尽量体验增强版中介龙。打马西亚！哇塞，把他的那个柱子打掉，柱子会碎掉哎、欸。对，然后。那个黑曜石砸下来很痛，有人戳我，谁？装备应该是顶得住了。
哦，还有，我想，还有不断的回想，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做那智障的量子装，量子装，我花了这么多集的时间做那量子装，我们不到五分钟就把装备生出来了。这就是 IC2 没办法与时俱进啊！我好难过、啊。好难过哦，这个梦魇真的玻璃心碎，还有花那么多时间做那套装备，以为好像顶天了，但还是不行，但还是不行啊，没顶啊！哎呀，难受，真梦魇，真烦！哎，没有东西在补他。哦，原来是我失明了，致盲，我失明了。哦，那只龙真的飞好快啊！水晶都打掉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哎呦，我被推了一下，可是没事。这穿着装备完全不会痛。哎，龙呢？在那边。是不是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跟在他跟在他后面？我只看到有那个梦魇。哦，应该是梦魇。梦魇会无差别攻击，随便什么都打。哦，把神怪敲掉！你那不准的钢剑阵还是吃土吧？去！哇塞，他连射了！咻咻！哦，有点痛哦，飞好远、啊、哦！那个剑就不能飞快一点吗？走开！走开！打中了，打中了！走开！哎，整剑闪滑对他有用吗？有啊有啊，有用啊！他现在已经完全停住了，不知道是因为伺服器的关系还是怎样。对，已经那个了、嗯。我可以看着、哦啊、看一下这只龙的眼睛。好，那我们稍等十秒钟。好，又开始了。哎、欸，回来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时间停止器，静源不要乱按啦。哎、欸啊，这个东西，欸、想干嘛？时间停止。欸不要乱用啦哦，靖远哦，受不了！啊，在哪里啊？龙又跑哪去？那个，我真找到了。哎呦，我被疯狂连击，刚也被疯。好像又那个。梦魇好烦啊！这一只梦魇生命有550哎，那个就超烦的啊。对啊，尝试、欸。等一下有一些270，然后有一些550。哦，现在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严重，哎、欸，很累，所以地板上有东西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其实这个大那个不晓得是什么引起的，还是因为梦魇太多了，他们的生怪砖。我刚刚有清掉不少了。哎、欸、，OK， 哎、欸，好像又正常，可是梦魇真的好多、哦。哇，生怪砖我已经打掉不少了。嗯、啊！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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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的。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啊！哎 ，Nightmare， 我为什么我很白突然挂了？我在那个的瞬间好像被怪物打了很多次，然后我一直站在原地没动，然后他回馈回来的时候就是连击全部打在我身上。我们有那个指令啊，你可以试试看 back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恢复一下那个装备。跟降低一下他的疲劳值。哎、欸，我又被、哦、落地了，落地了，被梦魇给偷打。贝龙还在飞。OK， 好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刀断了。啊！他快死了，剩一半的血。哎呦！然后这个龙它会开始召唤一些蝙蝠来咬你。哼！蝙蝠咬我？你开玩笑？对啊，这蝙蝠好像就干扰你了，咬一下会死掉，是不是？那还蛮恐怖的。他快死了，60、50。别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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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死啦！烦哦！死了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有龙心呢，对啊，就可以把它捡起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用了，没有错。我、哦哦、靠！哎、欸，悟心，帮我把那一把刀捡回来。然后在下面啊，我有看到，我把加
家里都有两把啦。这是什么龙的粉尘吗？龙之精华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模组的。啊，龙精华，简称，简称龙精华，龙精。想死了，讲死了。没有啦，干嘛啦？哦，我在捡龙精华。哎、欸，我的刀又恢复了。Yes， 然后这个中介岛很那个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那个龙矿，这是 你慢慢这是挖下来就变龙锭的东西吗？对，就是那个龙粉啊，所以可以挖。这个中介岛非常多，哦、所以我们、欸、我们上次挖的那个地方，应该说这里的含量比我们之前挖的还要多，所以这里比较好挖。那它会重生吗？欸、这种矿？啊，不会，但是我们可以向外探索，就是有一个模组，它会在中介生成一些小岛屿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向外探索。哦，对。哎，老吴，我怎么去你那边？啊、我现在还在中介啊。我过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打贝壳吧。你死了？没有，我刚要掉下来要捡那把刀，结果它突然出现传送门，然后它把我弄进去啊。哦、不然你打一个指令，bitch， wapend， 你打这个 warp， 哎呀，我回来这了。对，这个指令是公用传送点啊，就是伺服器 OP 可以指定一个传送点，然后所有玩家都可以传那里。So good。我龙之精华可以干嘛？我看它好像不能合成其他东西耶。这是另外一个 Hardcore Ender Expansion 模组的，我还没有研究很深入，可以玩玩看，或者是之后再说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多龙矿哦，很多。我刚挖了一些。那我们要回家了吗？嗯，你还要挖吗？我想挖呢，这边满满都是哇。有些不会亮，有些会亮，是要找会亮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找那个会 shining shining 的 ，bring bring。啊，哎、欸，挖下来哦，直接变成粉哦，没有龙什么？龙尘龙粉、哦。反正我用我们实际。为什么要闯我？变态啊！你有毛病啊你！你要经过一下同意，不然我会吓到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黑曜石会坠落啊？对，这是也是那个模组的增强版中介龙模组的东西。奇怪，这边的石头好硬哦，没有，原来是有硬的在。哎，墨银粉末可以干嘛？墨银粉末嘛，我看看啊。虚空箱子 ，decompose the table， 这是什么？挖开你，可以做一些道具。哎、欸，这是挖的时候挖东西会自动的回到包包、哦，感觉好像不会掉落，不是应该就是不会掉下来，会直接吸到包包里。但是你会捡到？有捡到。Special， 现在开着磁铁到处吸。杀避暑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啦？吸呀、啊！杀避暑。啊，吸不就这样吗？不然你们吸，你们自己用吸的声音听听看。不对吧？怎么听都不像啊！啊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完全不是我有想要的意思。我觉得坏掉了。我觉得停止这个话题。应该坏掉了。真是不是坏很久了？真是糟糕。啊！我刚刚又打掉生怪砖。哦，我们好多。中介龙蛋不晓得可以干嘛？哦，那梦魇超烦的啦！哦，飞到墙壁里面去了，一堆的梦魇。我来挖多一点龙尘，这个梦魇给你满满的中介大平台。中介大平台，挖开你！我看一下，现在有累61个，哦，一组了。
没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往中介外面跑，会有其他的建筑物跟。它的建筑物都是圆的吗？啊、不一定，也有方的。哟，好像 All Spawn 有跟这个 Hardcore 模组合资源的关系吧？对啊，所以你在外面的岛也可以找到一些 All Spawn 的东西。都嘎。All Spawn。哦，原来是你在跟他们玩了。我想说，奇怪，怎么都没有怪物来找我们。All Spawn。你要棒啊！啊，棒棒。All Spawn。All 死他啦。How to teach？靖远 ，Big English 啊！哎火，哎哎老雾火成岩干啥子的？解构台那是什么啊？解构台，解构台听那个名字，感觉就好像是可以反合成，真的吗？老师用过那东西。哎呦，你们要不来看我这边啊？哎哎，这个好。我看靖远玩得很嗨，我们就不要理他了。哎哎哎，老雾啊，那个中介异，中介异体，你泡下去会受伤吧？会中毒。好哦，哎，雾星嘞，在这里啊，有兴趣你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哎，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房子哦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城堡吗？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喵喵喵喵！我没办法挖掉它，哎，没办法挖掉它，伸过来钻，挖不掉。他说，检安全的挖矿范围已开启吧。哦，因为附近有一个中介箱子，所以你挖不掉。哦，我用普通的镐子挖，我用普通镐子挖。靖远，不要查！干嘛？我没说话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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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刚刚用大绝招。什么大绝招？拔刀剑大绝。哪一支？哪一招啊？你按住右键不要放，然后再按 V 不要放，然后再打 D 放开。对，右键按住不要放，然后再按 V。等一下。这些猫叫声让我家的猫有共鸣，是啊，就是，然后 V 按住也不要放 V， 然后对，然后放开 V， 没有用啊。先后顺序应该是按住右键不要放，然后再按住 V 不要放，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把 V 放开。哎，为什么？你有施展吗？有没有？是每把拔刀剑都可以吗？都可以，只要是腰刀都行。看一下哦，对啊，我这把腰刀。哦、按住右键不要放，然后再按 V。V 是 V 不是 B 哦。哦，他们好像瞬间移动，好烦哦。然后 V 按那个右键都不要放，你右键一开始都不要放开。好、哦。然后你按住 V 不要放，大概等个三秒钟，再把 V 放开，然后右键这时候还不要放，没有用哎、欸，试不出来吗？啊，打不出来啊！龙蛋不换另外一把，这把是死念，然后按 V 不要放。对啊，我用死念不能用哎、欸，哎，我死念也可以啊。哎，为什么？你的。死念耐久都是满的吗？满的啊。想看啊、哦，那你的刀魂应该也很多吧？上有一个刀魂。应该说你刀身上的那个荣耀之魂有多少？这那一行 P 开头那一个，对吧？3000多。那应该是够吧？不然，你看我把我的还是热剑冲。也有可能，可是我把我的死念。哎、欸，没有啊 ，B， 哎、欸，对耶 ，V， 在，嗯 ，D O F H 按键设定。我包包满了，我要先回家。你要我开降魂？降魂，特殊型大绝招。这个旁边是什么 ？Enderman Spawn Egg，
哦 ，Dragon Spawn Egg， Ender Dragon Spawn Egg， 所以它会生出中介小龙吗？我可以尝试看看。我没有试过这模组的养龙哎，因为你用不出来吗？还是你要试试看我的死念？对，你拿我的死念，然后用。哦，肚子饿。动手，按住右键，按住右键，然后再按住 V 标放。对 ，V 标放，然后等个三秒钟，再把 V 放开。喂，哎，有了，我丢出来了吗？你刚刚不是有咔咔，那个就是了。You can only go back.OK， 没有老物，那刚好像是你。没、啊、可以了。有了。我没有办法。还有 CD 时间呢、啊，我没有办法传送到物型那边。哦，老物还没。你要先到中介才有办法 TP。所以你刚刚那把剑用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啊、你有千人斩吗？我来了。可能没有289而已。啊，那可能是这个原因吧，可能要千人斩才行。啊，还有千人斩，千人斩很麻烦。哎，小白就是这个龙蛋。嗯。啊，墙壁上都是啦，还蛮多的。那个龙蛋，这是生物怪、欸。那个要怎么用啊？我没用过啊。这个泡水。泡水。嗯。加一个水桶，它就会变成蛋，然后你就可以右键把它丢出来。Dragon， 哦，右键丢出来，然后喂它肉嘛。它末影龙，这可以养吗？感觉好危险，感觉好像会直接丢出中介龙。我想回去试试看。OK， 我就这样。哎，我拿到一个末影骑士，那不知道是啥。哦，这中介龙在主世界会不会破坏地形啊？我不知道，蛮怕的，我还蛮怕的。我要怎么？就是回到我设定的那个家 ，go back 还是什么 go one 吗？你有设定过 home 点吗？有，我设定了。那你就打 home， 然后空格在你的 ID。OK。啊，那我也先回家好了。那我要回去，来试试看。啊，静月，你要回去的话，你也可以打 warp， 然后 home。warp， 然后空格 home。这个末影龙好像是。好像是坏的、欸、的感觉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为什么会一直在中介？因为那就是你家，你在那里生存吧。你打这个啦 ，warp home， 丢回去。那是我打错字。哦哦，你没有智商。啊、哦，好，阿白，嗯，放了吗？什么？龙哦！我要来放个末影骑士看看，是怕会不会末影人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的哎、欸，哦，我全部丢到地上了，会不会搞爆家里啊？哎、欸，直接放在水里就好了吗？白，我要放了，我要去远一点。不是啦，白痴哦，要拿去跟那个合成那个什么那个水桶合成一起啊！哦，我要放了，我放这一座岛好不好？我放这座岛，好。放远一点、欸，还有水桶哦。对，就是一个水桶。开始喽！等一下！哎、欸，真的是中介龙一只哎、欸！哎呦！哦，真的是它会咬人，真的是直接中介龙一只哎、欸！啊，可以把它干掉啊！打吧，可以啊。可是能就不是那种很难的，这种简单的，而且还有龙心、欸、哎。龍哇，这样可以刷龙星哎！哇塞，有龙星哎！等一下，那哎，拜、欸，我们回去试试看那个末影骑士是怎样。可是好好笑，每次用完它就会生出一个平台。那完蛋了，那惨了。就是每次都会生出一个平台，欸、超便宜刷龙星哎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对啊，水桶嘞，我有，可是我一直在用，我一直在用。那我在找。我这边还有四个那个龙的蛋，
啊，这么便宜刷龙心，对啊，可以刷龙心耶。我要回去中介那个看看，看看他有没有多一点这种东西。我去收集多一点这个神怪的东西。其实我都挖回来了啦。哦，真的？真的真的？你怎么不早讲？我拿到蛋了，然后直接放就好了嘛。哎，对。拜拜，过来啦。哦，不要啦哦，我要去找。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把它挖干净。莫隐其事。你是不是没有给人家弄干净？这什么？哦，烂死了！这什么鬼啦？你放什么？一刀秒！啊，末影收割者又是什么？拿镰刀打死神啊！对啊，就那个死神啊！哎，闪！哎，老物准备好，你要造什么？老物找，哎。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基地在哪里了，我现在找不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是他？哎、欸，这不是末影龙吗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？你 是放成末影人？